这个男生对你来讲是有魅力的吗？我小时候有暗恋过他。是基于什么？就是想跟他。我知道，我知道。我是说基于什么原因啊？我不是很想要对他怎么样。就觉得他帅到不行啊。是因为听到他的歌，还是只是看到他的样子？歌跟人都是我喜欢的类型。有表达过了吗？有跟他表白过啊，然后有在节目中就是进行一些亲密的。他教我吉他什么什么那一类的。啊，就没结果。他没有对我出手，不把你放在眼里。嗯，那这集不要录好。对啊，我也很好奇为什么他当时不出手。他很久没有来了，所以我觉得他上电视可能也会不自在吧。我们欢迎张震岳。有吗？当时还在主持娱乐节目的时候，我就说，对对对对对对，我那时候很大胆的跟你表白，然后后来有安排一段你教我吉他的那个单元。我那个时候其实很害羞啦，我也不敢怎么样啦。上电视会很痛苦吗？我其实刚刚一来摄影棚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就是哇，好久没有来了。然后第二个念头是下次可以不要来吗？好，我们今天会少烦你。没有，还好啦，还好。今天很多人陪你来，所以没问题。對。要怎么讲Hot Dog跟你的关系是朋友兄弟 ？OK， 对。你是他的恩人吗？不算，但是有推他屁股上一卡车啊。往前这样子，是。所以你跟张震岳是一开始就是处于友好的关系吗？还是有曾经是竞争，或者是从事这行玩音乐开始啊？其实真的从一开始到现在，都跟阿岳是在同一条船上，所以我觉得这个感觉很酷，就是魔岩，然后魔岩解散了，滚石本色，对，所以都是几乎在同一条船上那样。可是阿比，你先出道非常久吧？对啊，对啊，是他拉你一把的吗？其实就因为那时候刚开始东山再起的时候，就知名度没有很高嘛，对，所以就是反正就是阿岳都会拉着我。你什么时候东山再起？退伍回来当兵。可是你东山再起前面在干嘛？当兵啊。所以你当兵前是已经有东山过吗？当兵前我很红好不好？你都不知道。什么歌啊？你当兵前？哇，蛮多的哎。很多歌，他当兵前在其实在网络上面已经是爆红，对。然后真正上台面是《我爱台妹》吗？对啊，那张算是比较正式踏入比较主流那样，那就是让更多人知道我。那个时候当兵前你有什么歌是很红的？比方说《十三号天使》啊，《寒流来袭》算吗？《寒流来袭》啊，什么就让我来 rap，《西门町老人》补补补。所以我们今天有11个喜欢那个饶舌的。小朋友，他们刚刚讲的那些歌，你们听过举手好吗？好 ，OK， 好，很红。可是你在地下的时候，你有料到你会在大众界突然变这么红吗？其实没有哎，对，就是顺顺的走这样。可是变成大众流行歌手之后，有改变你的风格吗？其实还好，因为很多人会说我的歌现在粗口啊、脏话没有那么多，对。可是实际上是。因为年纪也比较大，然后一路的成长经历也比较不一样，所以不会永远停留在以前愤世嫉俗的那种环境里面，所以都会慢慢的做一些改变。可是我觉得那改变是比较自然而然的，不是那种好像我现在就是为了迎合什么，然后不去挑战什么，不骂脏话，是现在就写不出以前那种歌，可是以前的我也写不出现在那种比较深刻的人文关怀啊，或是幽默感，或是一些都会的歌这样。所以你跟张震岳今天来是要跟我们介绍你们的师弟吗？对，没有错。其实我们最近呢，五个人我们组了一个新团，叫做兄弟本色。然后我们有一个世界巡回演唱会，然后这边来就是介绍我们兄弟本色这个团这样。旁边那是相扑选手吗？耶耶。他们这三位团员好像是有在白天做别的事情，请问是有在卖汉堡的吗？我没有在卖啊，就开了一家店这样子。哦，对，然后其实他就放在那个地方。你不用本人去煎汉堡吗？因为其实我是跟我哥一起投资啊，所以他就是放在那边，他在顾比较多、啊。那种田的是哪位？他脑在种田，帮忙啦，这样讲可以吧？在哪里种田？我们家。哪一区？哪一区啊？新店。然后种什么东西？我是那个大起脚的孩子，木栅的骄傲，你最爱的老乡大渊 ，AK 亚伦迪龙。阿飞，哈！你不要乱
乱讲话，你上节目还乱讲话，轻松一点嘛。怎么？你干嘛？你干嘛摔帽子？生气？效果，效果，效果。他很 OK 啊。他很 OK， 不好意思。小春呢？其实我们三个都有共同投资一个，就是服饰店。OK。对啊，我们就有做自己的品牌。是。对啊。所以你们三位是以木栅邮递区号为名吗？对，嗯哼。所以三位都住在木栅。其实我不是住在木栅。那你干嘛用木栅邮递区号做团？因为小时候就是跟瘦子还有大渊玩在一起。嗯，对啊，所以我们都住木栅。对，刚刚说木栅就好。他们之前就已经发过一张唱片。是。对，然后是到去年是这阵子的时候才就是网罗我们公司这样，所以他们本来也是走地下路线，是不是？他们其实也没很地下哎，他们的歌，我有一次就是去那个台东，就去那个去部落，然后去看一些小朋友，然后对不对？你还记不记得？对，然后我们到那个部落去，看到大约很开心，俺有三十公分，俺有三十公分，对啊，其实他那个是还蛮红的。网路啊，刚开始网路有时候什么还有三十公分，手臂啊。没问学生都知道，所以你们也知道三十公分的歌吗？流传在哪里？这是学生界的骄傲。所以当时知道他们三个人组的这个团吗？知道。所以只要是喜欢嘻哈的年轻人，一定是爱他们几位吗？一定会爱啊，我觉得。真不好意思。你们那时候表演的场地是在哪里？之前，我们有时候会在夜店嘛，以前有时候在夜店，然后校园，然后像我们会在那个华山，办那种自己的歌唱这样子，对对对。所以你们的歌是完全只走 rap 吗？还是说也是有歌曲？就是会有点旋律啊，还是会做一些旋律这样，可是主要就是 verse 都是饶舌的，对。所以你们三个怎么分配？也没有说特别分配，就是今天谁特别想干嘛就干嘛。对对对，就是可以即兴随便来一段那种吗？对对对，不，什么意思？就是上台前不知道自己要怎么？没有啦，做音乐的时候，在录音室的时候，有没有分是谁是快嘴的，然后谁是？没有，其实没有，就是因为我们在录音室的时候，就是大家就是会坐下来，就是做音乐的时候，就是会觉得，哎，这个地方可以做点什么，然后可能会有一个人有想法，他就丢，不会说先设定好，都是。听了音乐以后开始的想法，然后直接做到。那你们也开始走人文路线了吗？其实我们一直都还是蛮有人性的啦，就是我们还是从原来是，只是我们被比较红的歌是什么人文路线？就是他说他会开始关心时事啦，可能老人家什么那类环保还是什么的。真的吗？没有啦，就是比较会写一些都会的故事，类似哪一种？比如说，我有一首歌叫《Hey Hey Taxi》，就是讲酒醉坐计程车的故事啊。可是这哪有人文关怀？没有。他可能有以计程车的司机立场说，哦，他们很辛苦，还要清客人的呕吐物这类的。有吗？有。这叫人文关怀？这应该直接抱怨生活吧？所以那个听说是张震岳当时鼓励你要把旋律放进饶舌歌曲里面吗？对，因为其实我就是比较饶舌，就是我的歌几乎都是用念的，对。然后其实阿岳他是 melody 很强嘛，嗯，原住民有那种天生的感觉，又会编曲，所以其实我的歌很多那种比较旋律的啊，副歌的部分都是阿岳帮我想的，这样就变得我们真的是一搭一唱，对，在舞台上那种感觉其实是不错那样。你说有一次是他即使腿断了都要去台上帮你和声吗？有啊，就是我刚发《Wake Up》就我爱台妹那张的时候，那时候阿岳腿断了嘛，可是那时候因为我等于是我们公司的主打新人，然后阿岳其实也是本色的股东之一，所以他就是那时候就拿着 CD 宣传片去各大电台啊，然后夜店啊，请他们帮我播歌，对，然后拍 MV 的时候他还拿个拐杖来帮我拍。所以那时候开始就那阵子印象非常深刻。那时候是怕公司倒掉吗？没有，那个时候他其实是我去台中的极限运动公园，因为那个时候我很风骑脚踏车，就是那个 BMX 那种特技的那种单车，然后其实还在宿醉，然后就飞一个跳台这样子，然后下来的时候没有注意好，摔出去之后呢，我觉得没什么感觉，你知道，我要爬起来的时候，右腿脚踝这边。就整个折成
型。哇塞，骨头有岔出来吗？有有有，他就是那个开放性骨折。然后我看我自己吓一跳，你知道吗？我旁边那个朋友都快哭出来了，啊！不要他捅，不要他捅，这样子。他就说帮我扶正，扶正，我觉得好好恶心，好难看这样子。他就帮我扶正。你说把他再折回去？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我也自己也觉得很恶心，我觉得一定要直一点，我才会有点安全感这样子。然后过了半年之后，会慢慢在复健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在这个途，在这个中间，我就帮热狗帮编曲，因为我躺在那个病床上，在家里面也不能，哪里也不能去，然后开始编曲，然后帮他想《我爱台妹》啊这首歌曲。所以《我爱台妹》那个 melody 是你想的？对。可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哈豆是有在小巨蛋开演唱会吗？有啊有啊。那就是很大众了耶，有坐满吗？有啊，全部卖完哎。是秒杀的，因为我还在那边还没有混。等下是秒杀还是慢慢卖？慢慢卖，没有没有秒杀。慢慢卖还好啊。要秒杀才屌啊 ！MC 哈豆粉丝人数遇瓶颈，小 S 不甘示弱反击。粉丝人数可以讲一下，53万。你们有粉丝专业吗？有。人数多少？33.34。你混那么久才53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后来 Facebook 改版之后，那个公司爬升有多慢吗？你有在 care 这件事吗？没有 care 啊，只是就是你问我，我就跟你讲。其实我们都很重视网络这块的经营，那是最直接的。现在其实更没有人在看电视啊，还是有人看我们节目 ？OK。我说新闻。所以有去现场看那个演唱会的举手，他们没有赶上那一场，他们才几岁啊？你那场是多久以前？2年前而已啊，2013年。那怎么可能？你们爱嘻哈的人会不去看他的演唱会？还是学生就出不起那个票钱吗？对对对，你没有服务到你的群众哎。不管啊，这这次会去，这次会去。那我不懂去的人到底是谁啊？到底是哪一个年龄层的？其实很多啊，因为其实我混蛮久了。对，所以有那种一路以来非常始终的老歌迷跟着我一起成长的，对，那因为一路以来有一直出新歌，所以有新的比较年轻的喜欢 hip hop 喜欢饶舌，他们也会加进来，所以其实像我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还有那种什么数据报告啊年龄的那种课程，大概是18到28是我的主力这样。粉丝人数可以讲一下吗？53万。你们有粉丝专业吗？有。人数多少？30几万吧。33.34。那很厉害啊。差不多。你怎么没有？你是觉得我们都是训咖，然后应该弄2-3万、3-5万就对了？不是，因为他们感觉是还蛮新的人，怎么会30万？没有，我跟你讲，顽童现在真的很红。而且他们30的话，你才50多，这样不行啊。你混那么久才53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后来 Facebook 改版之后，那个粉丝爬升有多慢吗？你有在 care 这件事吗？没有 care 啊，只是就是你问我，我就跟你讲嘛。所以你会定期发表一些文章吗？音乐自主性比较强的歌手，就创作型的，其实我们都很重视网络这块的经营，那是最直接的。现在其实更没有人在看电视啊，还是有人看我们节目 ？OK。我是说新闻什么什么，其实现在年轻人很少在看新闻、看电视，都是网络，所以其实我们很多即时的动态、照片干嘛，其实放在网络上，是我们一个主要的一个经营的方式啊。张俊伟帮你把旋律放进去的时候，你有抗拒，或者你想要那个旋律也是你做吗？不会，因为其实后来整个 hip hop 的流行就是会加很多旋律的东西进去啊。所以他对你做了那么多事情，你有曾经哭着抱住他说感谢你吗？没有，我觉得那太不美了，我们都很直来直往，对。可是会说谢谢吧？阿月，谢谢。所以这个新的团加入你们的时候，你们自己有想好说你们为什么要跟他们组一个团吗？为什么不就让他们表演就好了？我的音乐形态是跟他们其实差别蛮大的，就从但我早期的话可能还有点类似，就唱比较摇滚，或者是也有一些比较黑人的这些节奏，但是这10年。比方说从十年是一种病一直到我是海阿古墓这两张专辑，它是跟我年轻时候的东西已经是差别非常的大，但是这些流行或者是比较黑人的这些音乐元素我其实都没有遗忘过，都还是在我的那个协议里面，所以
遇到他们的时候，我其实不会觉得很奇怪，或是格格不入这样子。而且我觉得反而跟他们在一起，我自己会觉得变年轻这样子。你们这个团是要办从哪里开始办世界巡回演唱会？我们是广州，是我们第一站。嗯，然后之后就几个礼拜前去了 LA， 然后纽约，之后还有伦敦，然后我们是12月19号在台北小巨蛋，然后16年的1月在高雄小巨蛋。台北小巨蛋开始卖票了吗？10月9号。10月9号，你又要观察人家有没有秒杀吗？他们就是慢慢卖的那一派啊。没有，希望可以秒杀。秒杀就很帅啊。可是这一群小朋友还是会觉得贵的话，就还是不买。超便宜，门票超便宜的。我们的票价其实都没有定的很高。所以会去的举手。不管多少钱。哦，我都看到哦。为什么还是有三位不举手呢 ？Amber， 你干嘛不？是多少钱啊？最便宜是因为钱的关系吗？我说780，780，那 OK 啦，便宜啊，对，可以吧，780，790。Q 毛万为什么不去？可以吧？没有兴趣，没有。可是我以前也很喜欢他。你讲少些啊，没有兴趣。所以你有在爱饶舌吗？有啊。所以你爱的人是谁？我现在没有特别爱人，可我以前是听热狗歌，我才开始唱饶舌。所以你刚刚说没有兴趣，是因为？我不知道，我可能就自己比较想做自己的事。你是说你希望自己能够开演唱会，而不是去看他们的演唱会吗？对啊，艺术家。所以你今天来应该是等我们访问你，而不是要来聊他们吧？没有，没有了。可是你如果去他们的演唱会，然后也许巴结到他们，阿月可能会……没关系，我请你来看的。他不要看，他没兴趣啊。他没兴趣。我没兴趣哦，他不是没钱，我是比较想要做自己的事。宅的，你想要做？开始，请问你自己的事到底是包括什么？没有，就是写写歌啊。听说你有参加了一个，就是台湾办的这种饶舌比赛吗？哦，对啊，第10RBL。所以那个是台湾的第一个互相要 battle 的。哦，对，然后我参加的是刚好是第一个全国巡回赛制。台湾，然后你有你的名次是？我亚军，我输给那个他俊神。你输给他？对啊。你吞得下这口气吗？我吞不下，但是还是没办法啊。俊神，你是学生吗？对，现在东南科技大学1年级，大一。对，18岁。所以你现在没有在 battle， 你麦克风可以不用这样。习惯，习惯。哦，东南的。所以东南是怎么样 ？rap 很红的地方。木栅里面没有，没有很红，就是都木栅，都木栅里面。所以木栅是跟 rap 有什么关系吗？没有，就出产饶舌歌手。你讲真的吗？他也住木栅啊。我也住木栅。对啊。你真的有关系？真的有啊。我即将要搬到木栅。对啊。真的。你们要把木栅怎么样啊？没有怎样。怎么样？木栅一定，那总要解释一个原因吧？木栅干嘛？没有，就刚刚好都在那边吧。是那边的环境是很安静，很适合。我也不知道。是有社区聚会中心吗？不，就很多饶舌歌手都在那边。所以俊生，你当时参加那个比赛的时候有紧张吗？有，一定会紧张。可是就是上台的话，就必须要克服的，就是已经在面前，你不得不克服它。所以最可怕的是忘词还是 tempo 不对？最可怕的是忘词，然后节奏自己错乱，就是可能预先设想的东西，可是当天就是乱了。可能这边要干嘛，可是当天就不是那样。所以 battle 一定是要看对方的弱点，然后攻击那个弱点吗？对，像是我们比的那个赛事，我们可能2个月之前就会说，想说就会知道说我对上 Q 毛 One， 然后我们就要在2个月的时间内，我们要先找他弱点。我可能看他就是 FB 大头贴，如果换成绿绿的，我就会说什么他可能他妈妈以为他学坏，他把大头贴换成花椰菜这样。哦，这样之类的，就是找他的弱点，专属他的这样。看着花椰菜不是是一个很健康的事吗？嘲笑，很多小孩不爱吃花椰菜。你去battle应该会打败他们吧？你讲这话他们就没气了。可是如果讲真的，你的气势好像一出来会胜过 Q 毛 One 哎，所以气势是不是很重要？蛮重要的。可是花2个月找对方的弱点，这会不会太长啊？要押韵，还有 punch line， 所以不押韵，大家就会虚实。没有，你一直在 bang bang bang， 就哇，好爽哦！所以我们看到那些我们以为是现场即兴的 battle， 其实是他们先做功课。应该有一些是真的即兴吧？
没有好的 battle 都需要先做了。没有啦，几年前的 battle， 那十年前的 battle 是真的即兴的，可最近这几年流行的 battle 是大家可以会先知道对手是谁，然后去套好，然后更精彩，甚至是没有音乐的，就是有一种比较像是艺术形式的那种，然后就不是像以前真的是凶狠阿姆的那个电影这样子乱喷乱骂，怎么样无所谓，然后现在都是很讲究那种押韵的技术啊，然后会先准备好，所以是排可以被称为是排练过的表演吗？可以，就不是真的即兴，有点类似即兴，可当然一定会有即兴的元素，因为他现场回的话干嘛你要回，所以你会，可是你会先想好很多东西，然后现场会去加油添醋，或是就像社长讲会拼装这样子。那如果现在流行的方式是，如果有人很会先准备好的，可是即兴很烂的话，他到现场就表演完他该表演的，他就无法回嘴了。可是以一个 battle 人士来讲，他头脑会有非常多的词，他就像字典一样，所以 even 你现在叫即兴出来，他还是可以拼人家，就是对，又像有些人他是专门在 battle 的，所以他每天在想的东西就是要怎么骂人。所以你随时叫他骂，想一个段子出来骂人，他就是无时无刻都。可是万一是很爱喝酒的人，他脑筋就会变慢了。所以不要喝太多酒啊，记忆会。这样子在人文关怀吗？就以外表超温和，骨子里却蕴藏饶舌本质。参加过 battle 的可以举手一下吗？史考特跟 Joey， Joey 你看起来很温和哎。你越温和的看起来越变态。对啊，这样子看起来怎么会是 battle 的人？没有啊，就是他应该是动漫社的吧？没有啊，就是因为轻饶舌还蛮多那种，轻饶舌的还蛮多那种逞凶斗狠的，但是我平常唱就是比较清新一点。秀仪应该是嘻哈界的陈绮贞吧？所以你们都有参加过 battle 吗？小时候有，所以 battle 是一定要骂人。对啊，就是 battle， 不能吹牛自己，一定要骂对方。就是边骂别人边吹自己啊。不能是夸奖他吗？不能是很有礼貌的说你看起来人很好。那不酷啊。因为他就是要观众鼓噪嘛，就像他刚才讲说，为什么你要去观察别人，就是因为我要找到你的梗，然后我讲出来这件事情，旁边会有一种爆料的感觉，他们会哦。所以只是押韵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骂你押韵没什么大，可是我掀你的底，然后是我这个押韵讲到一个你的痛处的时候，现场就啊这样子，那你就赢了。你去他的 Facebook 查说他女朋友有没有劈腿过，这些东西都可以拿来做素材。我不知道，我没有查过啊。他有查过，有查过，有查过。所以包括他考试考很烂，或者是被当掉什么，这些都要拿来当素材吗？这些太细了，可是就是会有一些他自己的。事情我会知道。你们敢现场 battle 吗？如果不行就算了。应该是可以吧，就听听看。好，那我一段啊。好啊。熊仔的 flow 被你这废狗抄，你的声音像是被火烧，你的利剑是美工刀。哎，凭你能飞多高，没猛招还是被我敲。我一首歌点阅率40万，你整团掐起来都没我高。这一段，对啊。跟想的一样，大家。声音蛮细的。什么叫声音蛮细的？跟哈豆的声音不一样吗？因为他后面有一个啊，那个飙起来那个。所以我可以听一下前辈的意见吗？可以啊，其实他押韵还蛮帅的。嗯，对。如果你们是评审的话，你们要怎么评？这个是好还是？因为他刚才有点短，所以听不太出来一个。所以通常他那种比赛都是起码要可能一分半嘛。就三个 round， 对，一分半，自己一个人。他刚才那個才可能两个八，才十几秒而已，所以听不太出来一个完整的概括。一分半不会卡住吗？所以他们才要练啊。那要记性很好哎。对啊。参加过 battle 的可以举手一下吗？史考特跟 Joey 也有。Joey， 你看起来很温和哎。你越温和的看起来越变态。对啊，他这样子看起来怎么会是 battle 的人？没有，就是他应该是动漫社的吧？没有，就是因为轻饶舌还蛮多那种，轻饶舌的还蛮多那种逞凶斗狠的。但是我平常创作是比较清新一点，但是我还是会想要让听逞凶斗狠的也听到我的作品，所以也是有去参加。你们中中有一个念台大园艺的是谁？对，我是台大园艺系。你是为了考进？台大对啊对啊，就是因为那时候觉得台大现实还蛮酷蛮屌的，
就是那时候是熊仔跟碧瑶在红的时候，然后那时候觉得说他们很强。所以台大的嘻哈社团已经是学校里面最有名的了吗？哦，没有，我们是最没有名气的之一，就是我们社员大概每一届都两三个这样。我们在就是嘻哈圈算是有一点小名气，但在学校就还好这样。所以三位是台大的，我们是台大嘻研。然后 Joey， 你当时是为了让其他的饶舌界的人知道你这号人物，你才去参加 battle？ 嗯，算是吧，但也是小比赛。那你看起来这么害羞，你知道怎么跟人家挑战？也不是啊，就是摄影棚有点紧张。所以你如果站起来 rap 的话，会立刻变出另外一种气势吗？就像 OK。你需要音乐还是不需要？哦，他可以 beatbox， 就是我们常直接即兴在玩。哎，哎，进到摄影棚是有禁忌，我不像 Q 毛 One， 我对演唱会有兴趣。他们都戴金手表，但要即兴饶舌，可能要金头脑。可以参加我们这个好社团，康友穿的好像调色盘。真的很饿，没吃晚餐，存钱要看兄弟本色。对，差不多这样。你有很紧张吗？对，我是有点紧张。可是他是即兴的，所以你就是想说我们随时会 cue 到你，是不是？嗯，对。不错。所以幸好我们有叫你，不然你回去就会觉得看了半天金手表都没有讲出来。哦，没关系啊，就是累积自己的一些 database 这样。是一个好的训练。大家都会这样子，因为其实就像他讲的，因为你必须要一直去想韵脚，你要一直习惯去想这些东西这样子。对，所以哈道如果他想一想韵脚就卡住，他就不适合走这条路吗？不还好，其实他刚刚念得很好，而且有很多梗铺在里面，而且我觉得他节奏还不错啊。对对对，所以如果硬要问的话，像 Q-Mal1 的表现跟他的表现，你会比较喜欢他的表现？我比较喜欢他的。 OK， 所以你如果在当评审，你就会做出这个。可是因为他是两种风格不太一样，他一开始就好像很狠，他就是那种很害羞、很诚恳的那种，但在这个环境里面，当然是这种的会比较喜欢。你应该是嘻哈界。可是如果是在夜店灯暗暗的，那可能他就会跳出来，你知道吗？所以是不一样的感觉。可是舅爷应该是嘻哈界的陈绮贞吧？对，他为什么不就走一个很文艺的路线就好了呢？你如果那么想要清新风流，为什么不好好就唱清新的歌？因为饶舌毕竟也算小众，但我又想要从地下大家像这些人开始也都听到我的歌，所以想要也是像他讲的，就想要有平台啊。所以你今天来这边之前，其他人你认识吗？有一些认识啊，像俊生、梅海强，然后有一些 Q 毛 One 有听过。俊生是不是在你们那届还蛮红的？对啊，他常参加 battle， 对，然后都好像拿第一名之类的。可是俊生今天没表演呢。他现在是要即兴吗？还是随便？你就讲好，你就让我们领教一下你厉害的。也不用很长。那我即兴好了。哎呦，耶耶，我现在来到这边。感觉外面感觉是个大热天，现在来到这边，来到这个康熙，我不奇妙，可能我会被封杀，还是我们学校有一个封茶的活动，你要来过来，在这里动一动，跟着老师动一动，莫名其妙，我是想掉进了黑洞，不要 battle， 这是一个文化，小老头福楼，我们在这里游，像是那个水。像是那个鱼在水中游，我们在这里不停地流动，在这个空间有点疯癫，我感觉虚幻与现实我在中间，现在感觉自己脑袋有点变慢，感觉有点涣散，眼神开始发呆，卡入这个八拍，他们每个人都在那瞎猜，应该要怎么办，去偷查我资料，现在 freestyle 每秒都在思考，耶、yeah ，还蛮厉害的啊，这是即兴的吗？对，这是即兴，就是一直延伸，就是我可能讲到第一句，然后就莫名其妙又跑出第二句，这样就一直延伸，蛮厉害的啊，而且不脏啊。对，我克制，所以他是对我们很好，很厉害。我听他的内容会觉得他有把事情带到别的地方去一点，这个这样我可以认为他比较有层次吗？或者是有，因为他唱比较久嘛，所以他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轮廓给你，不像前两位都是。短短的，因为他说那些说好像鱼在水里面游，然后这个空间这些事情会让人觉得他好像会把一点文学的东西带到那个
平常吵架的内容里面来的。因为其实他虽然讲是即兴，可是他平常就有在做功课，对，他会想很多韵脚，然后就是塞进去，对，所以其实就是没有人可以真的即兴的很帅很快，他都是平常要做功课干嘛干嘛，然后把你平常想到的韵脚，然后就塞进去看适合的塞进去你即兴的东西。可是凭良心讲，你们听到别人要现场念 rap 有没有觉得很紧张？就是很怕他真的会卡住。还好啦，替他们紧张。对啊，就是我一直胃都缩在一起。就是已经紧张很多次，后来就放宽心了，对不对？你是说你怕他丢脸？就是很怕他念不下去啊。就剪掉啊！你为什么要胃缩在一起？可是他刚那样，如果中间有一点卡住或结巴，这样分数上会被认为不好吗？其实那个也不是什么真的比赛啊，那个就是好玩，大家聚在一起，然后那不是。好像真的是要比赛，拼个你死我活，所以大家都是比较有点同乐会的那种，所以大家互相骂完都还是笑笑的，会握手，是一个嘻哈同学会，不是说真的要呛个你死我活那种比赛，所以卡住就卡住啊，反正即兴就是这样子嘛，不押韵也没关系，当然是要讲求押韵，可是你不可能永远在脑袋运转过程都会一直想到韵脚，所以有几句没有押韵是无所谓。MC 哈都以自己为榜样，惨遭小 S 吐槽。但我常常自己就觉得说，其实我要拿我自己为榜样。比如说像我一路唱也唱了十几年，其实我也赚了很多钱，那我有车子有房子，对，有小孩。其实你知道我可以混得好。有小孩很容易吧，跟这无关。可是我没有结婚。我的阿妹妹，快来跟我跳 Uncle Go Go， 我知道你看到是我，你不会说 No， 不是油头叶教授，我的 homies 都叫我 Le Go For Show。所以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是因为那个黄立成的师弟，就是嘴非常。马吉弟弟。你们谁是因为马吉弟弟？你是因为他的速度吗？没有，我就从小跟哥哥一起听他的歌，所以我就。你的目标是要变成像他的速度那么快吗？也不是速度啦，就是喜欢听他们唱。你是哪个学校？中进。所以你有在乎他们哪个学校的社团或者是？哦，没有哎。你有对木栅地区留下深刻的印象吗？还好，就是有听过。所以木栅是你们在讲的。嗯，不是真的在业界那么有名，是不是？他有听过啊，我是算吧。听过木栅是很正常。谁没听过？没有啦，因为我们每次去表演的时候，都会一直去瞎唠这件事啊，就是会一直讲说，哎，我们木栅这样子，然后，对，因为其实就是像国外的饶舌歌，他们也是他们会去瞎唠自己的来自的地方，对啊，我觉得其实就是这还蛮重要，就是一个精神层面，因为你成长的地方造就你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嘛。嗯，所以不管我今天我们的想法就是，不管我们今天站在哪一个舞台，我们如果有到更高的地方的话，我们会一直去 appreciate 我们来自的地方，所以我们会一直去讲的，甚至把我们的团名用成是木栅这样子。嗯，是这样。请问你们家里面的长辈或者是身边的人，一听到你们喜欢饶舌，就认为你们在接近一个不好的东西的举手？所以 TT 有碰过这件事，是爸爸妈妈吗？就是我对饶舌很有兴趣嘛，然后我寒暑假的时候有参加一个，就是 Dagi 有开一个饶舌特工班，嗯，然后因为我住新竹，所以我每个礼拜都要上台北上课，然后我爸妈就觉得说，为什么念的东西还要学，就很不谅解。对，他们有警告你说饶舌会带给你什么坏的影响吗？他们还好，可是就是后来我爸生日的时候，我就写一首歌给他听，这样，然后他就觉得，就是哦，你终于有学点东西了。就是你爸生日的时候，你用饶舌给他祝寿，就是我写一首歌。有骂他吗？没有，说你这个糟老头。并没有骂他，就是都是温馨的祝贺。对，所以爸爸收到一个饶舌的祝寿，有高兴吗？有，可是他说你这有气有点虚，就他还反而指责我。对，所以你有希望？可是他，我知道他内心是开心的。你有希望我们 cue 你表演吗 ？cue 我表演，你要表演祝寿内容吗？我有点忘记，那有点久以前。那你要表演什么？表演好，那要不要音乐？要不要节奏？好紧张啊！哎呦，现在自我介绍，这是 TD， 他们说我是饶舌的精英，只要一站上台，绝对是吸睛。学校里的模范生，通才中的精英。
哎呦，来自台中的中心，现在上了康熙，成了舞台中的中心，要我写歌。好，大概就是这样，大概就是这样。这就是我怕的，这就是我怕的。你后面可以剪掉，后面也还好啊，也没有死掉啊。所以这个就会，你们觉得是准备好的东西，因为他应该练过很多次自我介绍吧？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讲，准备好、准备好或没有准备，其实没有差，就是表演，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都太严肃，看那个什么啊，准备好，什么怕怎样怎样，其实都是一个娱乐节目，因为我们大家都喜欢 hip hop， 喜欢饶舌，才会去做这些东西嘛。所以在看起来都是觉得，哎，他们都是喜欢这种东西的年轻人，所以不会去苛求说，哇，他唱得很紧张，然后会断掉干嘛？所以其实就是觉得，所以他这样断掉是完全不会觉得他引以为耻的。不会不会不会，我觉得无所谓。没差嘛。对 对，真的 OK 吗？可以剪掉就。整段剪掉吗？他觉得有所谓。对。因为上康在康熙这个就会被一般不是这个行业里的人就会讲说，他的表演有漏洞，因为你已经是红了，所以你当然不在乎啊。他们就是很希望自己可以被大家喜欢啊。好，对不起。所以你们在演唱会现场都没有拖拍过吗？或者是没有跟上节奏过吗？一定会有。那其实我们多年的表演的经验，其实就即便拖拍干嘛，我们会有补救的方法。对，那因为其实我们，比如说我大渊，他会跟我一直在台上。他知道，哎，我已经忘词了，他会帮我补上去。嗯，那我记得的桥段，我再接回来，所以大家会互相 cover。对，那其实如果你真的落掉也没有关系啊，就这样比较怂的，就是啊尖叫声，手借给我、啊，那糊弄过去再接回来，这样，所以其实就是很自然的这样子啊。所以，请问在台湾这个地方饶舌会让你觉得很就是不受重视，或者别人不懂你在干嘛？其实我觉得像我刚开始出来的时候会啦，因为那时候整个说唱饶舌音乐在台湾才刚起来。对，那其实刚才你有问说为什么好像家里的人会很反对啊，那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兄弟本色要做 hip hop 的原因，因为现在其实欧美、日本、韩国明明这种音乐是走在很前面，是引领流行，那种排行榜前面都是这种音乐，那为什么台湾就是好像大家都普遍都觉得，哎，有点 underground， 或是只要不是那么上得了台面，对，所以我们想要做这个，就是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华语音乐也可以做很屌的 hip hop。对，那像我常常自己就觉得说，其实我要拿我自己为榜样，比如说像我一路唱也唱了十几年，其实我也赚了很多钱，那我有车子有房子。对，有小孩，其实你知道我可以混得有小孩很容易吧，跟这个无关。可是我没有结婚，你看，就是这样，就其实我可以混得很好，我可以跟国外饶舌歌手一样是混得很好，我可以，为什么这些年轻人不行？对，所以我常常都会觉得说，哎，我要做一个标杆，我想要赚很多钱，我想要住豪宅，我想要开名车，台湾饶舌歌手可以很屌。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努力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因。张震远，你跟他们一起表演的时候，你要唱那些大家期待你唱的歌吗？也会跟他们一起上台，就是搭饼也好，或者是唱，主要是唱一些副歌的部分。嗯，那但是在海外的这些华人，对我来说，对他们来说，最熟悉我的是一些慢歌，或一些经典的一些歌曲啊，什么《爱的初体验》啊，慢歌就是《爱我别走》啊，《思念是一种病》啊。那我的部分的话，就是会变得让他们稍作休息一下，享受一下慢歌，然后再慢慢那个情绪再上去，再接给他们。很多人如果习惯去 KTV 唱歌的话，会觉得唱饶舌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还是会点有旋律的歌来唱。可是你要分辨上一代的喜欢音乐的跟这一代的话，其实今天我们找这些喜欢饶舌的人，很容易就找到这么多，就是本来就学生们现在很多接触这个类型的。可是如果他们接下来要走这个嘻哈的创作路线的话，你的建议是？建议就是说，喜欢嘻哈音乐的朋友们，就是当你们开始喜欢这个节奏、喜欢这个鼓的时候，不妨可以慢慢的接触一些其他的乐器，吉他啦。或者是钢琴啊，那至少有一些和弦的概念，那有和弦的概念，让你的编曲听起来会更好听，会去辅助你的这些文字，对，所以可以让自己有时间，
有时间就写写东西，写旋律的东西，不要只是念的而已。嗯，对。然后他倒就觉得他们就是要一直想想东西就好。没有啊，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打一个比例好了，就你想要成为专业演唱会的吉他手，跟你去参加吉他社那种心情是不一样的。对，年轻人喜欢 hip hop， 在做这种音乐，我觉得很好，会让我们这个文化越来越强。可是当你就是你想要成为更专业，往更深一层走的时候，就要那个心态，或是你受的那种训练，或是你怎么经营你自己，经营你网络的一些音乐平台，对，我觉得那很重要，而不是就是好像写写歌丢在上面，然后就会说自己是饶舌歌手。对，是就是很多那种专业的心态啦。对，我是在讲心态那样。所以如果像 Joey 这样，他是想要走小清新路线的话，其实他大可以就是在嘻哈里面就是专门走小清新路线就好了。对，我觉得其实就是有一个就是你要有一个很自己的特色，对，那个特色是就大家跟大家可能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对，那其实有一个就是我常常问我自己，就是比如说现阶段，我为什么我要唱饶舌？现阶段不是五年前，不是十年前，不是几年后，是现在。对，你找到就是，哎，你为什么还要唱？那你就会去修正你的一些作品的方向或思考。对，所以就是我觉得他走那种就陈绮贞路线那种，其实还蛮酷的、啊，你知道吗？就现在其实饶舌就蛋堡其实还帅帅的，他又更挫一点，你知道吗？就搞不好出来是另外一种风潮。就是每个人就找到一个，就是比较特别专属你自己的，就不会好像是另外一个顽童或是另外一个热狗，是你有一个自己的味道出来，就比较容易踏入下一个领域这样。所以五位你们组合团叫做兄弟本色，还是演唱会叫兄弟本色？我们的团叫兄弟本色。OK， 所以一起表演的话是要你的歌还是融合？大部分都是他们的歌比较多，因为我的工作其实就是主要有一些小的编曲，然后去帮忙唱一些副歌的部分，因为有些歌就不管是顽童也好，或者热狗也好，就很多副歌，有一些副歌那都是我写的，那我也会在台上帮忙搭饼这样子。对，好，那我们今天最后就让兄弟本色上台表演了，好，欢迎各位。我爱太美，太美爱我。哦、oh, ，对我来说，零之类算什么？哦、oh, ，我爱太美，太美爱我。哦、oh, ，对我来说，侯佩岑算什么？我的阿妹妹，快来跟我跳 Uncle Go Go， 我知道你看到是我，你不会说 No， 不是油头月教授，我的 homies 都叫我 Let Go For Show。女孩就喜欢你太太，等等去家里红牌要不要来？只怕你挂得太快，明天要去庙里收金拜拜。How high we can kiss the sky， 人生海海，我们不会只 stand one night in 肯定。我留下许多情，你是我的可口可乐，帮我解渴，看我穿的自然，我玩饶舌，不用说坏话，因为我有顺风耳。如果是你肚子大，我爱太美，太美爱我。哦，对我来说，你之类算什么？哦，我爱太美，太美爱我。哦，对我来说，侯佩岑算什么？唱着坏，邻居他们知道我们来自台湾，演出在外地尖叫不曾间断，伦敦华裔知道流的血一文龙港宽，到了纽约不得不黑暗昏迷过蛋，从没想过能在布鲁克林工作，白人茶淘东州来西卡的聚众，回到饭店走廊的气味好像有点重，看来是住在楼那铺下，他们又在 smoke， 上岸老乡总是开香槟款待，不知何时能再见又对个慷慨，明都岛上喝着鸳鸯的靓仔，那一人的惊喜何时会再回来，当我看着手机里的照片，这一切的美好让我忘记明天，听不到孩子笑声的房间，即使住的是那五星级的饭店。我爱太美，太美爱我。哦，对我来说，零之类算什么？哦，我爱太美，太美爱我。哦，对我来说，侯佩岑算什么？哦，我爱太美。对我来说，林志玲算什么？我爱太美，太美爱我。哦，对我来说。
成算什么。祝你们演唱会成功，谢谢大家。谢谢。